好，第一次见面就给你个大惊喜吧。什么惊喜？找一个好不好？我要想运动。我真的，我找一个会运动的，跟你去运动。你确定？好吧。好，你有没有单身？哎，你用微博？没有，很可爱。哎，我最近有经营哔哩哔哩耶。我才高中哎。哦，才高中，好，大学要找我。好，拜拜。哇，你在里面上班哦？我在学校。我怎么都没看过你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事情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幽默的。好笑的，有事情幽默的男生。嗯。我也不好意思要求太多啊。那你单身多久？半年。什么星座？天蝎。你多高？168。你叫什么名字 ？Marine。那你未来有什么梦想吗？梦想，我想当导游。导游？你是观光系的吗？啊。我希望我就是如果有对象或者是有喜欢的，他也是喜欢抽水。好好好好，我可以问问看几岁？23。23，有在兼差吗？现在？对，我延毕。我延毕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海边的冲浪啊，浮潜啊。浮潜。天哪，我跟你现在东区小陷阱，你会 care 吗？你也没有，说实在的，好好。对，我也没有激光。要激光回对。这个是子弹吗？还是我们的那个吹嘴，我们水烟的吹嘴。哦，你要试试看味道，所以你要先用这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后面这个刺青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妈妈的名字。加玫瑰花。对。哇，等一下来找你。好好，谢谢。拜拜。谢谢。好好好好，拜拜拜拜。你单身吗？哎，没有。带你去。好，好吧。祝你幸福。谢谢。单身。很浓。单身吗？对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啊，太好了！我真的要找一个有刺青的。几岁？27。你会抽水烟吗？偶尔啊，这样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要去哪里？哦，那吃一点。那你可以跟他认识一下吗？他叫做 Maureen， 他喜欢冲浪、潜水啊、吃辣、还抽水烟。然后冲浪很蛮酷。OK， 好，可以啊。他多高？190。哇，很适合哎。没有买摄影机，我自己有在学摄影啊，帮人家吃。那你要去买一台新款的刺青机？刚好是一机坏掉。那你身上有哪一些是你自己的作品？圣母主厨、小天使拿 AK， 拿 AK， 小天使拿 AK， 一样，小天使拿 AK。这些服饰品牌的名称，你自己的吗？我之前有做一个自创品牌。那脸嘞？其实我有蛮喜欢那种墨西哥文化。下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类似下定决心，就是人家说。我之前很喜欢看书啊，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拿一把枪，对，然后抵着你的头，然后就叫你去做一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是，然后抵着头你一定会做到，这个叫做必死的决心。那你今年27岁，对，还是喜欢街头文化，赤子之心，一辈子，一辈子。我以前是喜欢街头篮球啊，花式篮球。好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咖喱。什么星座？双鱼。双鱼，走，我们去找他了。身上的刺青有几个？你算过吗？30-40个有吧。Hi Molly， 好险还没开始吗 ？Marina， 我找到这一个人，他是190，然后他是刺青师傅。想想你都刺青，你会在意吗？真的很多，是墨西哥风格的，脸都是哦。说整个脸都是？不是整个，是有一些还 OK 啦，我觉得 OK 啦，可以认识一下啦。好，你背对背，背对背，哦，背对背。好，现在呢，在我右手边是我们的 Marina， Marine。168公分，那之后要当导游，那现在在 Evelyn 工作。那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 Curry， 190公分，然后之后是街头文化跟刺青结合的一个形象工作室。好，那现在123，你们是长官，面对面先握手，来，预备，1、2、3 ，Go。握手，握手，握手。对呀，我跟你介绍他一个刺青，蛮酷的，就是这里下巴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有把手枪，它的意思就是说。他一直被枪抵着，逼着他要去实现他的梦想。他也有，他也有个玫瑰花，好可爱啊！对啊，你会想要再刺吗？会啊。真的吗？可以跟他讨论。那平常喜欢打篮球，你会运动吗？会运动，但是我不会打球。那你做什么运动？跳舞。跳舞？对啊。街舞吗？对对对。先加一下赖，你们先加一下赖。他喜欢小狗。你要养狗吗？我也养土狗。真的吗？全黑的，跟我一样。真的哦，你们都养小黑狗哦。我的刚捡到，大概6个月了吧。放到比我家大，我家3个月而已。我小。你是？我家是母的。我家也是母的。哇，你们可以当出来带出来当闺蜜，好不好？你们。啊，你是路上捡的？
哦，不是，宠物店领养的。哦，去领养的小土，哦，很好很好。那你是在路上抱回去的？朋友捡到，我去朋友家接的。哦，去朋友家把它接回去养。哇，你们都很有爱心，很好啊。啊，你们当好朋友好不好？来，互看十秒，看眼睛，看眼睛。啊、好高。什么感觉？开心吗？蛮可爱的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恋爱的感觉啦！喊一下，我24岁，我27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们他等一下要上班，我们现在先打个分数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有点，就是害羞，但是很可爱的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很棒哦。好，那你会给他几分？一到十，七分哦。好，好，那我去问他。你要给他几分？一到十，九分吗？哦，九分很高哎，为什么会给九分？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女生就是跟我喜欢的文化是一样，我觉得这是最的。第二点是皮肤，然后他身高，哇，皮肤很好。来 ，Marine 啊，回来回来，哇，你要他给你几分吗？他给你九分。好，最后呢，有一个很简单的互动哦，六，脸颊亲六下。哦，他亲我六下吗？你亲他也可以啊，他也要选啊。哦，好，那你选一个。七七哦，额头亲七下。啊，我亲额头好了。好好好。啊，我站在上面好了。很好很好，你手要勾住他啊，你手要这样子的才浪漫。哇，好，等一下等一下哦。表情的互动够。好，第一次见面就给你个大惊喜吧。什么惊喜？哇，好浪漫哦、喔！可以哦、喔，那、啊、你们要当好朋友哦、喔。我的嘴应该乱吗？没有，还蛮乱的。好啊，好啊，那、啊、你们要当好朋友，那、啊、你们小牵手拍一张照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今天我们来找一朵黑色玫瑰花，觉得有点难哦、喔。老板，对啊，有没有卖黑色玫瑰花？黑色的玫瑰花，那有没有什么颜色比较酷？的玫瑰花，什么颜色比较酷哦？对啊，帅的花，我们要求婚用的，那红色的，这个这一支，玫瑰代表爱情，爱情哦，好吧，很棒，颜色很棒，好，来几块？100块，100块，好，一定可以成功，一定可以成功的，好，一定可以成功，希望等一下求婚成功。你就说，那你愿意跟我去看电影吗？好 ，OK， 可以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，好好，走啊，进来啊，要陪我去看电影。今天吗？不是今天，那是改天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台北吃个饭。啊，可以可以，谢谢谢谢。你们幸福哦。我们就因为昨天被狗叼，吃了地板。哇，太帅了。这应该是外面买得到吧？很棒。我跟你讲，你出现你要。用到13升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平常都是开这样，这个都后面都是真的啊，就是有真的有在联络。有结婚的、啊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有结婚的、啊。对，真的是做好事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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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